豪门健身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创立于民国71年10月，以生产外销跑步机为主要业务。由于产品精良，加上国外对健身运动的重视，使得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频创佳绩。然而豪门公司有鉴于同胞健康的重要，乃秉持着回馈乡子的服务理念，以要健康多运动，恢复青春靠运动的口号，积极拓展国内市场，期望国人皆能重视运动，注意保健，以共创幸福健康之社会。于是自民国75年起，开展了国内业务，并进行产品的研发改良，致使豪门成品走上多元化精致化的方向，由单向跑步机开发至多功能跑步机，由旧型机种改良为新型机种，并以专业精神提供消费者正确的运动健身知识及完善的售后服务，期望在这工商业的社会中扮演着倡导全民健身运动、促进生活情趣的重要角色。朋友，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，也是您的生活。无形的精神压力，再加上有限的活动空间，使得原本就很紧张的生活行程显得更加紧凑。再加上中国人向来讲究美食，过量的摄取以及不均衡的养分，造成了现代人的疾病丛生。因此，定时定量的运动成为现代生活中急需加强的环节。运动有什么好处呢？定时定量的运动能够强化心肺功能，促进呼吸系统的新陈代谢，而肺活量的增高让血液摄取更多的养分，使体内细胞组织坚强，各器官代谢功能顺畅，同时还能使骨骼内的骨质富有弹性，各关节趋于灵活，肌肉发达有耐力，造成生理机能的不易退化，以至于精神充沛，永葆青春。那么，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，在短短的时间内达到定时定量的运动效果呢？现在就让豪门运动健身器材来为您做最佳的服务。这种新型的室内 HM609-12 全功能健身机由专家精心设计，构造完整而耐用，安全性达到零运动伤害的保证，配有定时及速度显示器，使运动者能达到定时定量的标准。特殊加强边成型底盘，确保经久耐跑，坚固永不变形。18只滚筒双面均配有精密的背令，声音小，绝不影响邻居的安宁。颗粒状的跑步带使运动者在跑步时有如置身于沙石地上，
增加运动效果。此外，安全踏板，不论脚的大小，均可紧束在踏板上，免除脚趾、脚跟受伤之余。而万向滑杆套筒，更可协助您达到适宜的运动功效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更深入来介绍 HM609 的使用动作及功能。脚踏健身可锻炼小腿，柔软脚关节，帮助子宫收缩，并可减少臀部脂肪的堆积，消除小腹。推举的动作可锻炼背部、腕部及手部的肌肉，犹如练哑铃的功效，可调节呼吸，消除疲劳，并有促进肩胛骨质发展及美化肩部的效用。举重的动作可锻炼背部、腕部及手的力量，犹如高举重器，可促进胸部肌肉的发展，非常适合青少年朋友练习。以赤足或穿着棉袜在跑步机上慢走，有着按摩脚底的功效。过顶划船的动作可增加后背三角肌及斜背肌的肌肉耐力。拉举的动作可以修正大小腿的功能。束紧安全踏板，练习仰卧起坐，可以训练腹部的肌耐力，并可减少腹部多余的脂肪。伏地挺身的动作可以锻炼胸部及加强手背的力量。定时定量的跑步可以加强个人体能，加强心肌耐力。划船的动作有扩胸、练腰力的功效，可以使全身筋骨关节达到轻松的舒展活动，并可消除腹部、腰部及腿围脂肪，对于小腿及全身肋骨也有锻炼之功能。透过扭腰器可改善腰部柔软度，消除腹部多余脂肪，帮助收缩腹肌，保持身材，又可促进大肠蠕动，有助于消化系统及排泄系统之功能。HM609 型12项功能健身器多了一项全身按摩的特色，有助于血液循环，可尽速恢复疲劳。人体在脚掌上有31个穴道，分别掌理人体31个器官的脉络，而跑步机的颗粒板正可以刺激脚掌上31个穴道，使脚掌发热，由穴道反射经络，通到内脏各部位，使五脏六腑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加速血液畅通。跑步也是训练体能最基本的运动，
可消耗体内剩余热量，达到自然减肥的效果，并减少得心脏病的机会，使人精神焕发，气血充沛。在跑步机上跑五分钟，胜过在平地上跑一小时。因此，对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血管硬化、中风、伤风感冒等疾病有预防之功效，也有助于治疗降低胆固醇、防止血脂症等疾病。使用跑步机时，跑步的速度需依照年龄、体力而自定。一般妇女的运动量为时速5公里，每次5分钟为宜；男士的运动量为时速10公里，每次5分钟为宜。开始时以慢走、慢跑为基础，视体力情形调整增加，以不超过心肺的负荷为基准。跑步时务必穿上平底鞋或跑鞋，饭后2小时内不要做运动。对于有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或者是年老体衰的人，以及产后妇女等等，请以慢跑、慢走的方式来代替快跑。当您感觉心脏砰砰跳很强烈的时候，就应该休息了。儿童如果看书、做功课或者是看电视太久的时候，也可以在跑步机上慢跑几分钟。一来可以使头脑清醒，二来可以消除眼睛的疲劳，这是预防近视最好的方法，同时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展哦。接着介绍按摩系列。由于营养的不均衡、运动量不足、日常姿势的不良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肌肉老化、脊柱骨歪斜的情形，因此豪门健身按摩系列便成为现代生活中最不占空间、不耗费时间又能达到疗效的现代健康良药。产品包括无神父脚掌机、滚轮机、方形按摩机、神奇按摩球及多功能按摩椅。值得介绍的是，根据消费者的反应，豪门最新推出了小牛皮质的多功能按摩椅，不但具备了一、脊椎矫正的作用；二、牵引的作用，使脊椎间的神经得以疏解；三、推拿的作用，使血液循环畅通，还具备了指压的作用，可去除酸痛。此外，这种牛皮质的按摩椅还兼备冬暖夏凉的特色，适合揉捏、捶打、滚转、揉捏滚转、捶打滚转等功能，将达到天然的治愈功效，希望您能多加利用。健身车系列包括高级芬兰健身车、油压摇摆健身车、双油压健身车等，均有强化心肺功能、增强腿肌、腹肌等功能。休闲健身系列包括高级仰卧起坐板、大型举重器、31功能划船器、休闲摇椅、跳床等。拥有豪门健身系列，您就拥有健康。非常感谢您的爱护，让我们共同享有现代生活的健康与情趣。豪门健身运动器材公司的服务地址是台北市建国北路3段64号，服务电话是02-503-6133以及02-503-6150，欢迎您来参观指教，谢谢您。